第32题，当 NH3 与 CO2 两种气体所含的原子数相等时，此两种气体的分子数比为多少？我们看到我们的 NH3 一个分子里面有四个原子，我们看到我们的 CO2 一个分子里面有三个原子，从这里呢，简单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原子数相同时分子数比要几比几，或者我们知道它要成反比，那么也可以晓得答案。如果硬要写成数学式的话，那我们假设我们有 X 个 NH3 分子，每个有四个原子，所以总共有这么多个原子，有 Y 个 CO2 的分子，每个有三个原子，所以有这么多个原子，而这两个应该要相同，所以我们的 4X 就会等于 3Y， 也就是 X 比上 Y 呢，就要等于所谓的3比4。因此第32题问我们说，此两种气体的分子数比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3比4。